其实你的确有利用你的一些表演的优势哦。我之前对你也有一点点印象，而且感觉上你这首歌的确也有做很多的排练。那我觉得排练的同时，你应该要知道你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像这样的歌啊，的确必须要能歌善舞的条件之下，唱起来才会比较 OK。那可见你在顾的你的舞蹈的时候，你的歌声就扣了一些分数。你顾到你的歌声的同时，你的舞蹈又开始慌乱了脚步。其实这些东西都值得你去多往前走了。你应该多想想看，这些你在你练习的过程里面，你就应该要明白这些道理。我想他现在也是目前为止最高分了，所以会不会被淘汰，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好吗？请这个静候佳音，谢谢你，谢谢。觉得我今天当一个参赛者，我把我自己当成一个表演者，我觉得我的表演可以带给观众有一些小小的，他们可能可以记得我，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就算我这次没有进，我还是很肯定我自己。接下来马上欢迎这位来自桃园20岁的高振梅，掌声欢迎他。这位才气出众的参赛者到底能不能打破无人过关的僵局呢？最令人动容的演出，觉得他的声音特质非常好，然后就觉得他很有潜力。我觉得这个再成熟一点可能不止这样。你比你以前来比赛以前只是要进步很多，你比例拿捏得很好，而且我看超级星光大道啊不。接下来马上欢迎这位来自桃园20岁的高振梅，掌声欢迎他！加油！高振梅100万，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自己的创作曲叫做《行不行》，哎，小胖老师给的分数非常高。是，我还是一如往常啊，尽量的鼓励你们这些创作的小孩子。那只是你也要知道说，你的歌声中跟你的作品是不是能够做一种结合。不能只有作品好，歌声就差一点没关系，或者歌声 OK， 作品普通，一定要有每个都要到一个水准，到一个水平了以后，你也才可以有机会继续往前走。但是我们的这个秋青哥哥给很高分，我觉得他所有的状况我觉得我都很喜欢，而且我觉得我会给很高的分数，3分在我来讲是一件很高了。我唯一觉得不够好的地方就是那个自然度，一开始觉得蛮好听的，到后来就觉得闷了一点，就会有点像兵马俑的感觉，就对，就人自然的律动都忘记了，渐渐会让我们忘记你在唱歌，就会想到别的事情了。高振梅加油了哈，谢谢你，谢谢，可以继续创作，继续唱歌哦，不要因为我们一个小小的比赛失败就气馁哈。我失败了，我被淘汰了，妈妈对不起，哎呦。我真的很谢谢我同学还有朋友，他们也是大老远，我们是从桃园也不会很远啊，可是还是谢谢他们。马上欢迎到这位15岁的徐韵琪，掌声欢迎他。因为上一次比赛唱歌有走音啊，然后唱的都不是很好，然
然后就太紧张了，所以想这一次比赛然后好好的表现自己。妈妈永远支持你，加油加油加油。奇的这个演出，相信这个从第一次就开始评的评审一定是印象深刻哦。这个是一个应该选唱江美琪爱哭鬼的这位小朋友，常常这个人忍不住就会哭出来，对不对？哈，今天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嗯，就把这首歌唱完，然后比之前努力。嗯，是不是真的表现有比较好呢，小胖老师？真的有啊，而且看到你的这个年纪啊，其实我很愿意真的多鼓励你，因为你的确蛮年轻的。可是免不了还是必须告诉你，就是你的声音其实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定位，到底你现在你的声音已经是过了，还是就是一直会长这个样子，这是我比较疑惑跟担心的。不过的确，我看到你的表演，其实一次比一次好，继续努力，好吗？谢谢。对啊，音越来越稳哈。是。之前走音走得蛮严重的，哦，现在不一样了。其实你得分算很平均哎，每一位都给你两分，对不对 ？Roger 老师也给他两分。从你第一次比赛到现在，你一直很可爱，然后很甜，然后站在台上也很得人缘。所以我觉得我对你的看法是，你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团体的话，你的发展空间可能会很大。又继续有评审加分吗？但是加分要到红色才算过关、哦。其实只差一分了。对，我们私底下都还在在做热烈的在讨论这件事，好不好？因为这次只有三个能够进入，是就看这个 Roger 大师了。好 ，OK， 没关系，小胖没有在吹票的意思吧？我没有在吹票的意思。好，待会儿再做讨论，好不好？还有希望哦，徐昀琪加油，谢谢。谢谢。就是还是很紧张啊，可是有比上次努力，因为上次走音太严重了。上来欢迎下一位25岁台北人郭崇佑，掌声欢迎他。上次评审说我唱歌表情不自然，然后还有长得像僵尸，所以我想今天应该比较像人类一点啊。郭崇佑阿雷 Chick。Linkin Park. It's all red. You didn't look out below. Watch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 to hold on. Just didn't even know. Always stand it out. Just watch you go. I can't everything inside. You didn't even know. I try. Eat up all the part. What it means to be. What it means to rebuild. Memory outside.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me a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前为止我们看到一个哈、哦，这个变很多花样，而且蛮用功的。来往前一小步，在他这个 opening 的时候，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开始 rap 的时候，分数开始加，歌声一出来，分数就停止。为什么呢？来，小胖老师。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你上次啊、哦，你也做了很多的舞蹈的表演，是蛮精彩的。那也可能真的像桃子说的，你的歌声一进来以后，的确会让人有一点连接不起来。舞蹈跟歌声一定要结合在一起。谢谢你的表现，谢谢。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比赛，然后能够晋级到这里，也觉得非常开心，就是够了 ，OK。接下来欢迎这位
女生很可爱，21岁的苏贝如，她说呢，她给评审的一句话，有机会成为明星的话，她很想唱到袁惟仁老师写的歌。上次评审告诉我，就是会有其他太多人的影子，那这一次我选了就是比较符合自己个性，那比较。